即将崩塌的夫妻关系。离婚吧，我们已经没救。你算什么啊？我不会让你们如愿的。面对真心的方向与现实的压力，一起去纽西兰吧。妈，一家人可以一起生活。他该如何赋予勇气，诚实面对自己的人生？我还可以为了自己的幸福，不顾一切去你身边吗？我在去机场的路上。下周二晚间6点，通往机场的路，精彩大结局。